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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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ved.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纽约温州同乡会第32届奖学金典礼由广俊家属赞助，感谢所有这次获奖的所有学生们继续努力为我们温州人争光。我们很荣幸请到我们中国总领事馆潘毅主任、黄龙浩领事、国会众议员翁昭文代表李希庆先生、黄明义议员、各位民选官员的，谢谢他们的到来与参与。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a
因为呢时间呢都是很准时啊，很准时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呢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勘研主任王龙浩领事，尊敬的国会议员孟昭文办公室主任李希进，我们的老朋友，谢谢你。市议员黄敏仪、卢美华，卢美华你好。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2024年第32届王俊奖学金颁奖典礼现在正式开始。我下面有请会长张胜耀先生致辞，有请。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潘怡主任黄龙浩领事，尊敬的国会议员孟昭文代表李希庆先生，尊敬的纽约州参议员刘成义代表卢美华女士，尊敬的纽约市议员黄敏仪女士，尊敬的纽约州议员李琳达代表陈露西女士，各位同仁、各位家长、各位获奖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代表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全体会员，热烈祝贺各位温州籍学子获得温州同乡会第32届王俊奖学金的荣誉。你们的努力与才华为我们感到骄傲，奖学金是对你们辛勤付出的认可，更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份鼓励。今年是我们同乡会第32届颁发奖学金，也是第二次以赞助者名字的冠名奖学金。我们同乡会的优秀会员王俊先生及他的家属赞助了本届奖学金的全部奖金，感谢你们的慷慨大方和无私奉献。在这春满希望的时刻，让我们牢记前辈们的期盼，继续追求卓越，吸取知识的源泉，勇武群进。今日的成就只是明天更伟大的辉煌和基石，每一次汗水的跌落都在书写着我们温州人的坚韧与智慧。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我们温州运动员攀掌了徐嘉余、郑思维等，争取了优异的成绩，获得奥运金牌，为我们温州争取了巨大的荣誉。在为他们高兴的同时，我们温州籍学子应该向他们学习，用汗水去铸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完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我们紧密团结，共同努力，为家乡争光，为自己铸就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祝愿你们在学艺事业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创造属于你与家乡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张会长热情洋溢的致辞，
接下来我要有请攀岩主任来为我们致辞，有请。尊敬的张申耀会长，各位同胞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啊，今天接受邀请，来到我们纽约温州同乡会的会所，参加第32届王俊奖学金的这个颁奖仪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纽约参加这么一个和同学们、家长们直接见面、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机会，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的温州人也必然是人才辈出，一浪胜似一浪。所以在这里，我首先向今天获奖的孩子们，对你们的优异的学习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向孩子们的家长们表示祝贺，谢谢你们培养了如此优秀的下一代。中国呢是我们的祖国祖籍国，我们温州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籍国、我们的家乡的大门永远向大家敞开。我希望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孩子们、这些学生们能够有机会在家长的带领下能够回到家乡，多去走一走，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祖籍国的发展和变化，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大业融合在一起，共同感受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最后在这里我祝在座的各位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祝孩子们学业有成，祝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黄敏妮女士来致辞，有请。会长，市议员黄敏妮，很高兴可以参加今年温州同乡会的奖学金第32个活动。我要先恭喜我们的社区的小朋友，希望这个奖学金是一个鼓励，而且我要谢谢我们的社区的家庭，爸爸妈妈，我也知道你们是很辛苦在美国养孩子，那成立，那我也是希望以后我们的奖学金，我们的小朋友一定会再回来我们的 Flushing， 帮助我们的 Flushing 的社区，也是会回来我们的温州同乡会这里的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温州人，帮助我们的华人在 Flushing。Hi everybody, I'm City Councilwoman Sandra Ong. I represent Flushing, and for all of you young students out there, kids out there, I just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you.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remember where you come from, your Wenzhouese, and I hope that wherever you go in life, you remember that, and you always come back to the community that served you and that helped you. And one day, 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I haven't, but 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go back to Wenzhou in China and visit your ancestral home. Again, congratulations. 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parents here today. Thank you.被我们誉为是法拉盛的市长啊，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市长，谢谢。现在有请国会议员的代表李希庆先生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有请。谢谢林会长。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今天到场的温州乡亲，各位获奖的学子们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孟昭文国会议员向今天获奖的各位学子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州呢是一个非常能人辈出的地方。各位学子们你们今天能够获得温州同乡会的这个奖学金，你们是非常光荣而荣幸的是你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是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带到了美国你们父母在美国的这片土地上辛勤的耕耘劳作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
所以才给你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各位学子们，将来你们无论走到哪里，你们将来无论多么成功，你们希望你们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啊，浙江温州，这个是你们一生的荣耀啊！你们要永远的以感恩之心感谢你们的父母。我另外呢，我还有一点这个非常激动的一个感言。今天的这个奖学金呢，是王俊奖学金。希望大家呢，我来了以后，我也是刚刚知道王俊奖学金的由来。那么，这个王俊先生和很多第二代温州的下一代一样，也都非常成功，非常的努力，也做了医生，有很好的收入，也有很好的生活。但是非常不幸，王俊先生呢因病过世了。但是王俊先生的父亲啊，我们看看这个王崇章王会长啊，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啊。王会长他捐出了自己儿子的一部分钱，其实他可以用于养老，是吧？儿子的钱想怎么花都没有问题。您请坐，您请坐。但是王崇章先生拿出了一部分钱，拿出了儿子留下了一部分钱，捐给了温州同乡会，然后创立了这个王俊奖学金。这种精神，这种品德，我是非常的感动。我呢也希望温州的这些学子们，以后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非常荣耀的记住你们曾经获得过王俊奖学金，这个对你们一生都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也希望你们将来无论多么成功，你们一定要回馈社会，回馈你们的父母。没有社会，没有你们的父母，没有我们温州同乡会这个大家庭的帮助，你们是不可能将来取得更大成功的。好，谢谢大家。补充的是，刘纯义，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办公室主任卢美华女士，有请。潘主任、王主任，还有说，市议员黄敏仪，以及我们的王会长，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参加今天的纽约州温州同乡会的第32届王俊奖学金的颁奖典礼。首先代表刘纯义参议员，恭喜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哎，今天你们得到奖了，非常的恭喜。那当然也要记住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的温州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们为小朋友所做出的努力。当然除了我们的小朋友跟家长之外呢，也是我们的温州同乡会啊，他们32年了不停地办这个奖学金啊，那当然也要感谢他今年所做出的这个王俊奖学金来给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奖学金的规矩是如何，是不是小学组的呢还有机会中初中组，也就是说有可能你们还有2次机会可以得奖哦，要继续努力。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接下来我有请市议员 Linda 的助理陈若琳啊，陈若，你也是温州人吗？不是，我是苏州人。啊，那也是 very close， 啊，有请。
领袖，然后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是市议员李琳达办公室的陈若晨。首先，请容我代表李琳达议员祝贺所有今天获得奖学金的学子和家长们，感谢你们，谢谢。然后，温州呢一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然后李琳达议员也非常注重和这个温州同乡会之间的合作，和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个重视这个华人社区。然后呢，我希望就是今天所有的就是获奖的学生们也好，正在努力的过程中还没有获得奖的同学们也好，将来能够代表我们的华人，为大家的社区，为这个我们的华人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也感谢温州同乡会能够给出这个机会，然后祝大家今天能够有愉快的一天，谢谢。感谢大家。今年的奖学金的捐助者那个王崇章副会长跟他的夫人杨连翠夫妇现在呢有请他上来讲几句。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我非常感谢今天我站在这里给人家讲几句话，因为我儿子是挺优秀的一个人，他虽然过去了，可是他的灵魂一直在我们温州同乡会。温州同乡会就是我家里的大家庭，而且我非常感谢有温州同乡会的存在，而且我非常感谢温州同乡会的同仁跟我们一起走过了46年了，已经一直我们都在一起，很高兴有你们。47年，这应该是47年，对，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都是感谢吧，感谢大家。来宣布一下这个名单了，完俊奖学金的名单跟细节，有请杨会长在吗？尊敬的各位领导们，尊敬的前会长们，老会长们，同学会的同仁们，获奖的学生们，家长们，大家下午好。首先很荣幸今天再次站立在这里，就看到我们的悠悠学子，我们的曾经，我们的温州同乡会的奖学金一年连续一年。首先在这里，我代表温州同乡会感谢我们的副会长王崇章及其家属的爱心捐赠，大家以讲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他的捐赠。我们王副会长一直以来，从他的长辈前辈开始到现在，一直以来为我们温州同乡会默默付出了几十年，大家请大家再一次给他的掌声感谢他。还有我们温州同乡会的奖学金从我们的廖智立老会长手上开始建立，从他建立到今年为止已经32年，悠悠32年的时间，大家应该感到很荣幸，这是我们的延续啊。然后在我们的本届奥运会上看到我们温州健儿的奖杯，大家应该很自豪地说，我们温州人不仅仅是经商，我们各行各业都有精英。所以说希望在座的学子们能够未来更上一层楼。我们现在就再次恭喜得奖的学生们。现在我报一下名单啊，我们从高中组开始来报一下。高中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安吉丽娜，奖金是1000块美元。大家掌声响起来。我们高中组的 High School Division 的二等奖得奖是接富。奖金是800。OK， 然后接着我们讲高中组二等奖纳达列。我们的三等奖得奖的 Alex Zhang， 另外一个军营 Joy 是鼓励奖，请报到名字的人上面亮一个相可以下去，请大家上来亮一个相，然后下去，等一下我们再进行颁奖。 OK， 没事，我们就不等，如果没到场的没关系，我们就不等了啊。
解决护老路的。那外面找你了。谢谢 High School 得奖者 ，OK。接着我继续读一下我们的初中得奖者 Junior High School， 一等奖是 Elena， 一等奖 Ray Lee， 一等奖 Hannah Q。请得奖者上去，前面亮一下。然后接着二等奖是有 Justin Bai、Albert Wen、Kai C， 不好意思，三等奖是 Kai C， 三等奖 Brandon Wu、Lindsay Ye， 请报到名字的学生到前面，大家拍一个集体照。Congratulations, Junior High School Division. Okay.现在我要报那个小学的得奖者，我们的一等奖得奖者 Kimberly Chen、Mandarin、Alicia、我们的一等男孩 Kenny Wu、二等奖是嘉丁晃。二等奖 Alice Lee， 二等奖 Jaden， 我们的三等奖是 Elena Alisa。 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同乡会的永久名誉会长谢景坤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乡亲们、同学们、家长们，中午好。今天我们相聚一堂，来参加温州同乡会举办的奖学金第三十二年的这个奖金的颁发典礼。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鼓励人心的时刻。这个我们今天得到的同学们得到的奖学金，刚才杨会长那个杨会长也讲了，就是是我们王会长他们家属所提供的我们这个您知道吗？这个继续的还是很好很好。我想我们首先呢，应该向今天所得奖的所有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相信大家在未来的时刻一定会通过这一次的奖励应该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教育呢是掌握我们未来的一个钥匙，所以不管我们这个以后碰到任何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持去努力去克服。回顾三十二年来，当时我还是这个同乡会的一个副会长，我是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那个我们同乡会的那个计划发展，所以呢我的小孩也曾经在这个三十几年以前也曾经受之于此理，所以我能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呢对于我们每个人以及每个人家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相信我们的学子呢一定会体验了这个我们这个家长的苦心，还有呢就是说同学们，我们在未来
岁月里面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你们要坚定的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而且勇往直前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个人的一些体验。我记得我们那个同乡会原来在这个整个社区来讲呢是比较早的一个举动，所以也影响了好多这个社区呢跟我们学啊。另外呢，当时我记得那个，因为我当时这个在三十几年以前呢，这个社区里面呢做这个奖学金的并不多，所以呢当时这个总领馆呢都有大使级的啊一个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每年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典礼。现在当然了，因为太多了，也不可能说叫那个大使级来参加这个我们是吧，所以像这个潘主任王那个史林志来参加已经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事情了。还有呢同学们，要你们要记住这个一点呢，不管是遇到什么困难，你们的家长都是你们的啊后盾，是你们点向前的路灯。我相信啊在你们的努力下呢，以后一定会成为社区的栋梁。还有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家里，我相信呢每个人现在都不讲中文，但是我希望呢大家呢在家里呢同学们呢一定要学我们自己的语言，不管是方言或者国语，但是呢这个东西这个语言呢它是一门学科，也可以让你得分的。我记得我的那个女儿那个时候在女儿跟儿子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呢，他说我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学中文，但是我们不跟他们讲你每天晚上一定7点以后到9点呢一定在家里看书，在家里呢不管你跟同学一定要讲中文啊。那么到后来我的女儿毕业以后啊，她去参加工作，然后呢到中国去，那么当时就碰到一些问题，那么她就怨我们你当时为什么不强迫我们给我们的安家内呢去学中文，是吧？那么我想这一些呢可以作为同学们的参考，希望你们呢也能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教训，希望你们的家里呢能够啊学中文，在外边呢你不管讲什么东西，但在家里一定要跟自己的家里人讲中文。 OK 谢谢非常感谢谢老先生的支持，他今年是88岁了，我想如果我们大家给他一个掌声，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这个思路还是这么清晰啊。妙自立老会长，因为他的父亲在32年前成立了这个奖学金，非常感谢你的父亲，有请。很荣幸的，我是会讲话的。我的父母呢，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里的温州人呢，现在呢，国行国业呢，都很了不起，所以我他们骄傲。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奖学金呢，这2年呢，去年是我们的老会长王义雄的家属出资，这一次的王静是我们的王崇昌副会长支持，谢谢他们。我们以后看我们的同乡会，你们的支持奖学金越办越好。你们同学呢，学艺来说呢，今年的高中呢都有1500分的，
所以说在比较来说还不错，因为汶中子弟现在那个国行国业了，我都为他们骄傲。大家好，谢谢。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温州人呢、啊，全世界都说温州人呢、啊、很了不起，很牛逼。那么实在也是的，这个学生的成绩这么好，温州人在全世界、啊、这么有地位，那么就是离不开啊我们的家长。这个温州人啊，省吃省用，那对于家长呢，对于学生的那个教育方面啊，一点都不欠缺，所以呢。在国内也是，特别在我们纽约啊，这个培养了不少这个优秀的温州的第二代、第三代。你想，我们现在那个 Lisa Liu， 她已经参了这个有参与这个对这个社区这个参加这个重要的这个国家的位置。所以呢，我也希望在座的。这个温州学子努力学习，有机会啊，在我们美国这社会啊，多点贡献，还有参政，啊，对于参政呢，对我们中国人华裔来说呢，也是提高我们的地位。所以呢，希望在座的各位学子以后呢，努力学习，同时也记得刚才那个88岁的老爷爷讲的一句话，除了讲 English， you try to learn。Mandarin or Wanzhouese 非常重要，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中文，对你们非常需要。 After your graduation you get a job you speak Mandarin it's a lot of help for your future。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特别我们的温州小孩子以后啊，一定要学好美国的英文之外，也好好的学习中文，中文对你们非常需要啊。希望以后呢，你们成长以后啊，对社会都有帮助，对我们温州人也有做点贡献啊！谢谢在座各位，谢谢大家。一等奖是谁呢？你报过来，我你发红包。这个奖呢，要我现在读高中组的得奖的女生 ，Angelina，J，Natalia，Alice，John。军营 ，Joy， 你们是国国追求，我这儿有，我追求的。安吉尼拉鱼，姐夫，我们今年的奖状有议员黄明仪办公室的，也有江璐的办公室，还有林丹丽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位学生都有，因为时间有点匆忙啊、请大家市议员是每一个黄明仪办公室每个人都有。初中是 Elena Huang， Ray Lee， Q， Justin Dai， Albert Wen， Kaisi Chen， Brandon Wu， Lyndon C。 Elena Huang， 好，谢谢。Ray Lee， Justin Dai， 好。
抽中，抽中。二百万。开心券。边登户。林心叶。边登的边登，来就就你们说。拍张照片。剩下人小学组，小学组的不算。现在有请小学组的得奖学生们，请上来，动作快一点。小学组 ，Excuse me, can you come over here, please? Elementary school winner, come here. Elementary school winner, I can see that's you.不是要带一些物一个冲动，这是小学。今天温州同乡会奖学金颁奖活动圆满成功，感谢潘主任，感谢王林氏，感谢我们这个王崇章副会长。啊，这个。Took away the prophet's dream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All his life he's been told he'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Cause 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all.
how a superhero learns to fly。So deep you're drowning. Do you think you've been left? And there is no one to feel your hurting. Well, everybody has been there, and everybody's felt lost. If you're in over your head, lift it up, lift it up.
this is the time.